是我们 demo 的设备 PowerSupply Scope 跟我们的 demo 模组以及我们三用电表，然后现在我们来 demo photo sensor 的模组，然后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是我们的 photo sensor， 它是一个光明电阻，然后这是我们的指示灯，然后你可以看见因为 photo sensor 它 sense 的光如果越强，相对它的电阻值越弱，然后这样就可以进而改变这里的端电压。所以说我们可以看见三用电表的显示数值，它可以显示数值这里的端电压的改变量是从 2.7 伏特改变至 2.9 伏特，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电压改变，我们经过一个比较器就可以决定这个 LED 是否亮或是熄灭。所以我们可以 demo 说当我遮住 photo sensor， 这个电灯就会熄灭，相对你可以看见三用电表的指示 的电压值它是下降的，当我离开这 LED 就会亮。那以上这是我们的 demo。